20岁的你，觉得你能拥有一间自己的家吗？哈，那你有可能哦，这么贵，发梦啊，自己都养不起啊，怎么可以买家？买家不是30岁以后的事吗？想，但是我没有车，住在家里还有妈妈可以在。如果我说我自己有一个楼棒可以解决你刚才的问题，你要不要知道？第一，地点就在 Daily Center，几分钟就能到达 RTS。最重要呢，不需要特别早起来，也不需要塞车，只需要一次的检验，你就能到达新加坡。第二，20岁的我们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按照自己的喜欢布置自己的家。还有，妈妈管不了哦。第三，室内空间，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，这个空间是非常足够用的哦。听了这么多，你是不是想说，哇，一定很贵的吧？怎么可能买到这么好的房子？你又想骗我的吧？还没有，你自己的价格是便宜到没有朋友哦。通常这里附近的屋子都要300多千以上，哼，我这里不用300多千哦，我们只要200多千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200多千就可以拥有你人生第一间家。下次你就可以和亲戚朋友他们说，我在20岁就买到房子喽。哎，是不是很危险？我刚刚买了，你想不想看？